根本就不记得我账号之前办的时候。诶，刚好这只我要诶，我直接丢去他顶上就好了。我要干嘛？我莫名其妙的凑出五个羁绊，各有一个一阶等级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哇哦！这月月猪，哦不是。我包包，你的 ID 太高了，看不到，往下一点。ID 太高。ID 太高是怎样？看不到你呀、啊。站太高了。你的血太多了啊啊啊！啊，砍不死啊！包包小力一点呐、啊啊，我想蹲而已，不想死啊。有事，会死。你知道什么叫痛吗？我懂，痛的感觉是那么的强烈，对吧？那个酱油最爱唱这首歌，这个歌是唱空的。哦，心痛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啦。既然没有要法师，就卖掉了吧。我刚卖掉，你就来 ，Why？嗨，小雨。嗨，月月猪。希望不要被打掉太多血就好了，普通，普通血就好了。哦哦，一敲三。哎呦，是不是因为他站在土格子里面站很久了？我根本就不知道队伍要凑什么，就随便的。哇，我可以额外加三块钱啦！哇，赚钱呐！我蹲太低啦！大狼狼，狼是不是跳后排？对，所以你要放一只远一点的坦克那个跳。刺客，主条你干嘛？他是吉亚娜、欸，他想你呀、啊。就在家，他也在家，他知道想什么。他无时无刻都在想你，always 的 ，always，、yeah. always by my side。这是爱。敢不敢给我一根？哇，太棒了！他又送了我一根锅铲呢。哇塞！哇，太爽了！到处都是钱呢。不要再给我。不要再给你钱吗？那可以给我。我直接赚了十几块去了。拖骰一下。哦，法师。哦，我要下去了。法师 OP， 我这个随便凑的自动怎么会可以连胜？好莫名其妙。那表示你不够随便啊。第二名是不是很强啊？打不赢他、欸。第二名是什么阵容？法师。法师啊。嗯。嗯。个减一减一，哦，全卖掉。哦，按错了。
嘟嘟嘟嘟。啊？怎么常常都会突然喷角色到自己的那个栏位是这样？你是捡到东西，捡到东西会有机会捡到角色。哦，是哦。对。嗯。哇，路边捡到钱，拿去卖掉。路边捡到钱，对啊。我这个射雷西就完全没有凑到过，感觉我等一下快下去了。你这哪叫乱凑？你这名就很强。哎、欸，外送来了，外送来了，外送来了。喂，啊、哦，稍等一下哦。他跑了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，哎、欸，先抢角色。抢完再那个，你让他在门口等哦。等一下又没关系，他们是十分钟哦。好远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哇哇！哎、欸，他在做我昨天做的事，哎，好爽哦！不是，我要夜曲啦！啊！哇，剪歪了是不是？夜曲，哇，剪歪了。啊！好，等一下下完棋再下去拿。哎、欸，好可怜哦，好惨哦。哪会啊？哪不会啊？等我一下下咪。I cannot turn back。啊。哎，出天了。他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那个外甥。真的。不是啊，不知道怎么玩，不是就是人越多先下去再说吗？我慢慢思考啊。合理。合理吧。不知道怎么凑队伍赢人家，九个打人家七个，应该是还可以吧？至少死比较少人啊。对啊，挺合理的，我真的觉得挺合理。超强！你看，这个就是没办法遇到那个第一名，直接被揍成智障。哇！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拼牌耶！我一二三，我现在我要去爬文了，五个二哎。爬文看一下现在到底是怎样。是我现在怎样？你是想要怎样吗？哈，没有啦，我去看一下现在的分类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因为他游戏一进来太混乱了，不知道什么是什么。哦，P 什么开头的？我打到谁的分身啊？哎呦！我还没下去哦。是，你还没下来。早安，早安。都没有我要。是天使。七七七七七。你可以打完羊羊以后再看要哪一个。
哇，怎么你好像只给我一件装备？我拿到国产了。夸张，好扯哦你！这场怎么那么多国产？对啊，这场也太多国产了吧？咦咦，哎、欸，用错啦。哎呀，这买的啥呀？啊，又按错了！你按到退出游戏，还很白目哎！蝶翼防侧漏退出了游戏。哇，他的太看那个什么呀，太硬了。哇，他到底几个三星啊？87个吧。哪来那么几个三星？那个月月猪啊。我看到两星哎、欸。哦，我看错了是不是？剑士，剑士就只有四只，哪来的六只啊？傻眼。就是四维剑士、啊。四维剑士啊。国产加那个啊，反曲吧。哦，好麻烦、啊嗯。那样子才行。好麻烦啊！哇，谁守护者啊？最硬欸。我名字中间，我名字没有空格啊。名字没有啊？对啊，就蜜蜂酱而已。那个显示的，它会前面会空一大格啦，不会。哦，是没有空格。哎，我要下去了耶。没事啊，你还活着。那个法师好可怕哦，第二名的法师。哇塞，这是怎样？我应该没有拼三星阿姆姆了。他现在给我两只，让我有点心动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先打。干不是他，我已经放。你地狱火。没有，他乱打。嗯，我是乱打。啊，又是西维，我就西维。爸爸，好了，再见， Hi、我要下去了。没事。谁？声音太尖了啦！抱歉。好了，我们三个一起来看他们快乐的玩游戏吧。好想看呐、啊！你又按错了。薯条、啊。不饿，我们是饭饭要没了，等下吃罐罐。吃罐罐。没。我看到团团上线。团团。嗯。哎呦。他又被朋友揪走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应该是吧。我地狱火使者没用哎、欸，那这个好了。薯条，薯条了。哇，他阿木木火焰造型啊，就火焰啊，所以他是火的、啊。我刚想到地上这一团火是啥回？哎、欸，我一开始也看到那个火，想是谁啊？心想对啊，我想说是什么东西，结果闪到阿木木，原来是阿木木啊！他的头直接变火了。现在的恶煞师已经不是以前的恶煞师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對因为他是重置，他是欧煞师。我最近看 YouTube， 然后看到影片，什么恶煞师已死。Oh my god！ 你的那个哦天哪、啊，